反正我能打过你，是不是啊？把你打得稀里糊涂的啊，你看到，哎，这就是天官赢了，对吧？讲课的时候呢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尹鹏。尹鹏，哟，大老外，个子又大，身体比较强壮。这样吧，尹鹏，你想练拳吗？我告诉你，谈谈中国的文化。我们来谈谈中国的文化，好不好？因为文化呢，才是我们中国武术里面的精髓。本来他是，哎呀，我要见见中国功夫，哎，我给你谈文化，哈哈，不要笑，真的不要笑，我见过这种老师，啊，然后这是最常见的啊。好了，然后我再碰到一个，真的是这样，碰到一个人啊，假设我们打比方啊，一个人一看学历很低，啊，文化水平素质不高，文化素质不高，他就跟你谈那些道理，啊，一旦啊知道我的背景了，啊，真的是知道我是学医的，学生物的，立马不谈，因为他肯定是讲错了。因为有人告诉我啊，我在旁边，他不知道我的背景，我在旁边去听他一说，啊，每天抖400下，啊，可以让你经络疏通，然后呢，这样，啊，髋关节跟手关节这样抖抖抖，啊，可以治疗女性这个，经期疼痛，啊，然后手放在这儿，真的，啊，甩。啊，拍拍肚子啊，可以调整脾胃。My God， 他下面是什么人呢？下面大概有20位那种大妈级的，啊，就是一看就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，听得津津乐道。还有一种人更恶心，这个人我认为这种人是要遭报应，是干嘛呢？他把太极拳定义为可以治病，矛盾就矛盾在这儿。如果这么多同学给我练了，假设啊，我们小吴啊拉肚子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他没按照我的练，拉肚子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人到位。结果呢，他把肚子拉完了。把里面的细菌排出去了，第二天又来了，不拉肚子了。哎，尹鹏，你看，他按我这个教室啊，听我的话，你看又不拉肚子了。这就是大骗，我就见过这种骗。我差点要把他，其实我已经把他，这个要按照我20年前要把他打一下。后来我是非常愤愤地告诉我的朋友，那你不要跟他学。就是这样的，凡是听他话的人肿瘤就能好，不听他话的人肿瘤就要得病就要死，于是在他这边就没有他任何的责任。如果你某一个人得了重病了死了，你练拳方法没不对头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有些原因啊，有些告诉你啊，有些病是心理疾病，知道吧？哎，他练拳方好了，你这就是我的，这就是大骗子，我亲眼见过这种骗子。而你一看他就是高手，身高1.8米，啊，身体很55岁，身体很消瘦，胡子那么大，头发那么长，头发到这儿，男的，花白的头发，我告诉你，绝对符合你们想象当中的武术高手的所有的，差了，所有这种模式，大骗子。他形容太极拳怎么教的？他教太极拳是不要练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你跟我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你要给我打一样的拳，你就不对了。所以你要什么呢？你要打出你自己的拳，真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怎么办呢？我告诉你原理，学校讲的一样啊，打引号，是什么呢？太极拳讲究放松，讲究跟自然界融合在一起。讲究你自己的身体跟真的啊，跟自然界融合，然后在花园里面把音乐一放，那些你看，大概有40个学生，30到40个学生，
基本上年龄在45岁以上的女性多一点，就是这么打的。啊，有的人就这样，因为他知道特征，啊，疯子一样，但是呢，他的话乍一听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你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，那是你把这个基本归零到最后是吧？临死的时候啊，这个，然后就有很多的信徒，你知道他收费多长时间吗？收费3天，这个厉害啊！3天这个数，20个人，是不是啊？可不是3000啊！而且是在12年的时候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也有人在搞这个事情啊！我不好说名字，说名字的话，第二天薛老师就消失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就是好多名人搞的。那学生学权呢，给大家要讲几个概念。第一个呢，大家记住了啊，首先要什么？广而学之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太极拳的师生层次，后面还有拳的层次啊。首先要什么？要广泛的涉猎，然后呢，再精专一门，最终要什么？学之道，贵与专，在贵与专之后又要什么？又要什么？广而学之，这又是一个什么层层递进的关系。一开始我不建议大家去跟某一个老师学拳，一开始你应该去找不同的老师，反正你是个菜鸟，到哪边都挨揍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呢，看不同的视频没有关系，因为你要比较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什么？货比货，勇敢的跟老师去接手，放心，你是菜鸟，他不会打你，知道吧？一看就是一个菜鸟，但你自己能够在接触过程当中体会到老师的特点。如果他真的打你，请打110。然后后学之，然后呢，最终一定要什么？专一门，专注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你这个拳伸不下去。所以学之道呢，贵以专。啊，然后一层次的练习，啊，一层次练习。那这个层次的练习啊，要分为3个层次啊。第一个是初期，初期的时候多重体悟，很有意思啊，多重体悟。体悟是什么？多从肢体上找感觉。一开始不要想太多，啊，这个我这个动作是不是已经入道了？我这个动作是不是体现了阴阳？不好意思，你体现不了阴阳。多习基础，多易形象。什么叫易形象呢？就是说，这是洪金生先生练拳一个他的特殊的一个方法。他在教拳的时候，他的老师呢，他是最后一个学拳，因为他跟老师有30个人，他最后一个学。每一个同学打一遍的时候呢，他的老师都在什么？都会在带着同学呢，在什么调整一些细节。他呢，脑子很聪明，他在旁边记，明白吗？把老师的印象什么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，回去之后呢，多回忆，然后多记笔记，少阅杂书，少看乱七八糟的书，很难。很多人学拳的时候，这边跟老师学了，回去看录像，心不专，出不来东西。啊，这个多益形象特别重要。我们现在有手机了，有视频了，是好事。你能够看到形象，但是你不一定什么记忆出形象。看到跟记忆是两回事，看到是一个呈现，记忆是脑子里面的反应。所以说我这边提到了总有大家什么多忆形象，要把老师动作印在你的脑海里面，这跟你看录像对着学完全两回事。你也可以先看录像，最终达到这个状态。第二个阶段叫中期，要体会实践。记住，我讲拳是体，身体体会实践是什么？动作是什么？怎么用的？啊，很可笑的是，有个学生练了很多年的太极拳，他出于所谓的礼貌，竟然不敢问老师这个动作是怎么用的。那个老
师的话呢也不讲，从来都不讲。当他去练了两年半之后，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这个动作怎么做的时候，怎么用的时候，他的老师什么用不出来，于是他发现了上当了，明白吗？那这个时候他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说第一个老师可能他实践有问题，第二个你问晚了，你也有问题，记住了。还有一个实践什么，跟同学之间实践，但是这个时候一定是跟同学之间实践，不要跟什么其他的门派交流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有形成体系，明白吗？这这点很重要啊，很重要。乱实践也不行啊，乱实践也不行。有一个同学进来啊，练拳练了一个云手，练完之后就跟人家去打比赛去了啊。我说你这个太快了，你自己神童是不是？一看就是拳击啊，两回事。体会层次，体会师言，体会经典啊。记住这个师言，这个师不是只仅仅是你的老师啊，包括什么经典上面的话啊。为什么要体会师言？老师讲你的问题是什么？是针对性的，哎，是不是啊？后一个阶段呢，就要深究理法，深言交流，破旧迎新，归结合道。这里面啊，有几个关键词，大家理法我已经谈过了，交流一定要跟什么不同的门派交流啊。如果你说练太极拳，你就跟人家推手去啊。我们易峰，比如说练的是，你去练的是什么？踢拳。什么？踢拳。踢拳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跟一个踢拳的学生说，来，咱们两个推手吧，他肯定懵，对不对？你跟一个练柔道的人说，哎，哥们儿，咱们两人练站桩比赛吧，这不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吗？跟这人交流的时候，你也不要按照他的规则来，他也不要按照你的规则来，只有一个规则，实战交流。当然做好保护啊，大家不能做成仇人，是不是？帮一下就结束了，因为没有规则才是真正的规则啊。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，一定注意到这个啊。那像我的学生的话，这个话呢，因为我们会有意识的安排给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啊，练咏春，因为本身我的学生里面就有练咏春的，练跆拳道的，让他们交流。泰拳的交流，为什么呢？这才能够体现出武术的核心性，是不是啊？不然的话，一块泰拳就推手，根本就完蛋了。还有一个破旧迎新，记住了这句话，学的老师最像的，是不是好学生啊？是不是啊？是好学生啊？肯定不是。是什么中等学生，是吧？因为就不学肯定完蛋，学的最像的绝对不是我的好学生，这是我的师爷告诉我的。一定要什么破旧迎新，要永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一步啊。所以说好的老师是允许他的学生有所变化，有所突破的。这里面呢有一个真实的实例，洪军生先生可以说到今天为止，洪军生先生跟陈花科先生他们之间这对师傅，陈花科是洪军生的师傅啊，有一段佳话啊。这个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为大家也在于此，也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例。洪军生先生在他的自传体上写道，1956年的时候他到北京去见到他的恩师陈花科先生。因为呢洪军生先生最初跟陈花科先生呢学拳的时候呢是在北京，然后呢因为战乱，当时那个洪军生先生呢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书记员，是很有文化的啊，那时候很有文化的。因为就是国共两党战争嘛，他最后呢从北京呢就是到了济南啊，大概是这样，具体我也搞不清楚，他这么说的。后来就在济南呢，就常年就跟老师呢就不见面了。然后49年又什么，就解放以后，
一直大概是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，他才有时间呢去见他的老师。在他在济南教拳的过程当中，他有自己的体会，把他老师教的拳进行了调整。但是呢，我不会啊，我们这个拳，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拳啊，我们曲老师练的是这样，一起手这样出去，但他老师那个拳我肯定不会，我只是模仿他，好像是，反正就这样，类似的，搞不清楚，动作就是这样子，很大，那我肯定也不是像我那么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他的动作上改动很大，一般的学生呢，见到老师肯定不敢讲。对吧？你我练都不一样，你是外边的学生，滚蛋吧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，他就当着老师的面，把他这几年对拳的感受、讲解的东西全部给他老师讲了。陈发哥现在怎么办呢？对他的每个动作还什么大加赞许，甚至在他的动作基础上呢，给他了什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。我佩服，佩服，佩服，很少有这样的。一般的老师打得不像，肯定有问题，你没学好，学生也不敢讲。他们之间是典型的好的师傅。最后，因为我们练的这个拳，现在练的这个拳是什么？是洪军生的老师陈发哥认同下的这个当代改拳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。明白吗？那这就是好的老师，有这么伟大的老师，才有一个伟大的徒弟、学生，很难啊！你说很难，一般都是老师死了，学生在那改，反正已经死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学员发扬，至于对错呢，也不好说。客观讲，因为里面掺杂到很多，不仅是权，还有名利。好的老师觉得，哎，你把我的权改了，你是不是否定我的？老师会觉得什么面上什么无光，即便你改对了，他也会什么说你有问题。甚至我碰到过一个人，我没碰到过，这个不好说啊，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啊，有一个老师非常非常有名气，结果呢在练拳的时候呢，他的一个学生不是一个学员，叫给老师去试手，这一试手的话呢，这个学员劲儿大，老师没把那学生搞动。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？这个老师如果这个时候应该去分析为什么没有把这个学生控制住，他就会进步了。最后那个老师说什么话？不懂事，你不懂事，我在教拳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后来那个学生，这个故事呢很巧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。有一个人约我，千里约架，我正好那天下午没有时间，我说这样，你星期六的早上来找，星期四，我原来教你星期三下午，你星期四的早上来找我，星期四的早上，6:30，到哪边？南师大，你过来吧。那个人呢，电话里面也很实在，他是什么？他是我们这个部队的那个侦察连退役，知道吧？中国现在有大概就这几年，以前是没有特种部队的，叫侦察连，那个一个大光头退役的，他一直要找寻民间武术。我说好，你来吧，对不对？输了跟你学，我就是跟他，真的是这样。然后是星期三晚上拖到了星期四的上午早上，然后呢？本来是他星期三下午去找我的，是不是啊？结果呢没找成，这个人呢就他是到南京来出差，他呢就去找了另外一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呢50多岁，这个跟我有一点点渊源，然后呢也是练了这个拳的，还找那个老师了。他当老师的话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个老师在教拳，他说我说给你试，我给你试。老师呢说好，试一下吧。试一下之后呢，那个人一下子就把那老师的腰兜住了，推手，其实那个人不会推，那个人很有道，兜住了，这个老师就被他什么掀起来，就像我这样
掀起来了。但这个人呢很好，掀起来之后的话呢，他又把老师放下去了。就这个人不是坏人，他不是那种看，就是他只是想，我练功肯定要找，而且他本身侦察连的，对吧？他实在那个说不好听话，他都有杀人的本事，是不是啊？当然可能没杀过人，经过和平时期，对吧？他把老师腿抬起来了，然后呢就放下去了。当时那个老师就翻脸了，你这个人人品不行，我们不交流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那个人呢就悻悻的就走了。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来找我，他没说这回事，他没说，明白吗？他怕我也是这样的，我还不知道，我就啪啪啪给他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打了电嗷嗷叫，真的嗷嗷叫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下就倒那儿了。然后他后来就说，哎呦，他是这个其他话就不多说了啊，但是他就是说，我昨天见那个老师，那个老师我觉得很牛，我是好心，我本来要把他摔倒了，因为他五十多岁又在教徒弟，我又把他放下去了，对吧？放下去之后这个老师还说我，哎，我听一听就算了，我说这是有很多的问题，记住啊。所以说同学们啊，大家记住啊，归而言之啊，在学生的学习的这个层次里面，大家要把握住理法功的关系，在这个里面呢引申出来了三个不同的层次啊，结合老师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很好听，是不是啊？那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，这些东西呢远远的会影响到你除了拳之外的所有的事情啊。那最后一分钟是我下节课要讲的啊，拳的层次分为几个啊，形、力、劲、意啊，气、意、神，最终呢归结于什么？太极。所以下节课我们会谈太极拳学习的层次论。我给大家讲一个事情，我有一个学生，他跟我2012年、2018年到2018年6年了，明白吗？他的套路才学一个什么套路呢？24式 24 style is different from common practice， 跟普通的不一样。他用了6年的时间学了24个动作，是不是我在骗他？但是呢，他24个动作练了2年的时候，他才偶然的一次跟别人的误打误撞，别人跟他交手的时候，他把对方打出去了。从来没有教过他任何的对手，他觉得哎，这个规律啊，非常的重要。记住，当下这个社会，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学这些套路，除非你要正儿八经的做教练，我们就要什么守定一个式子。把它的层次给列出来。好了，这节课纯理论，下周的课假如这个层次，咱就再练，再把拳再练一个层次。本周主要是让大家休息休息，你们已经受伤的腕关节，好不好？好，下课。